视频，那我们先来操作我们40K，先调节40K的一个能量，先调节给它调节30分钟，然后它的一个能量先调试开始。然后40K 的话就是一个凝胶作为一个介质，先把它的凝胶涂均匀，然后再从它再看带脉这块操作到它的不死眼附近，然后再从它的中央操作到不死眼附近这块，再从下压操作到腹股沟这一块。这一边的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慢慢的来操作它的侧腰。操作过程中凝胶如果被吸收了要立马补充，操作我们的一个不死眼附近的话就是一个打圈的方式来操作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的40K 就已经是操作完了。